咱们先把小鬼的架一扣，就直接等着缴获战利品吧。好，埋雷的跟我走，站！站！ 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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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鬼子来了，准备！ 时候弄不上，真没用。五环，过来，五环，快点！
咱们中了鬼子的计，被包围了。大家记住，千万不要浪费子弹。 陶家寨的民兵弟兄们，你们快交枪投降吧！大日本皇军已经把你们包围了，再打下去的话是死路一条啊！王怀登，你个汉奸卖国贼，再喊我把你舌头砍下来，生吃活啃了！ 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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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你们几个都听好了啊！不想受罪的，赶紧交代。违抗的，全仰太君会给你们厉害看看的。给带过来。康家寨的民兵都可能学着哭。太君问啊，你们这些民兵咋就这么凶啊？为什么总跟皇军作对啊？ 我们是抗日的队伍，打的就是汉奸和鬼子。太君，看来了吧？看来了，太君，是不是吧？是多。来てくれ。上司は誰だ？はい。どの辺で？ 你告诉我，谁是你们的主心骨？老百姓，这是我们的主心骨。我问你，平时你们这些民兵藏在什么地方？康家寨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 大哥，还是老啊？是别太浓，九国国境的康家寨哇，也的，伊斯莫哇，索科德斯。你告诉我。 有多少八路军和武工队在你们那带活动？有骨气的老百姓，都是我们的人。太君，彼らは直接に答えていません。何だと？彼は、英国国境망救国人仲間ですと。 この民兵は共産党だ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？
我不是，我是康熙军，康财主家的长工。好，你告诉我，有多少八路军和武工队在这一带活动？谁为他们做事？俩是和牲口藏在哪里？这三个人。 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咋知道这许多事儿了？我又不是你们的探子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就是我们的探子。不，我不是你们的探子。要说探子，你才应该是我们的探子了。你别忘了，抢鬼子的军粮，抢鬼子的军马。 你都是给我们出了力的，你都是帮了忙的。胡说八道，你给我闭嘴！耶，那你听的？太君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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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まだだ。こいつらを出せ。这几天，我一直担心二愣他们，晚上做的都是噩梦。我梦见二愣他们被关进一个铁笼子，不给吃也不给喝，还给他们上刑。这二愣子性子倔，骂鬼子，鬼子把他给杀害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全身都是冷汗。老五，我觉得这三宝和友谊应该能保守秘密。我最担心的就是康有福，他要是禁不住打，把啥都给说了，二愣他们就都完了。さっきはよく勇気を出してんだ。男らしかった。大日本航軍には必要な人材だな。みんな遠慮するな。よく相談しよう。夸你们了，夸你们勇敢、加强，是中国人的好榜样。饿了吧？来，吃一点啊。二愣兄弟啊，咱是不打不相识啊啊！这俗话说得好，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啊！哪怕呀，咱先假装投降，咱得先把命保住，不是？再有机会，再逃跑也不迟。我说的对，
二愣兄弟啊，快吃吧，这可是新鲜的呀，别辜负了鄂和全阳太君的一片好意呀！啊，来，有福啊！我看你的胆子是最小。别逞英雄了 啊！咱就当一个良民啊！来，我给你挑一块你爱吃的啊！来呀、啊，张嘴呀、啊，张嘴呀、啊，这哦，好，好，你爱吃是吧？来，张开你的嘴，吃啊，张开。小兔崽子，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啊！王军好心好意劝你们归顺，咋的了？你是狗上锅台不识抬举啊！你就等着瞧吧你！鬼子，狗汉奸，你们不得好死！选个奶呢？不听。这次出现的问题。一方面是我们民兵还存在着自大、轻敌的思想；另一方面，肯定有坏人破坏。当务之急，先救人。我看，咱们先探消息，了解孟二愣他们的情况。情况弄明白了，再定主意。六一，六一。剩下没说，三宝，你是好样的。有父，有父。有父，有父。那没事，我还活着嘞。让咱死没那么容易，咱一定要活着出去找他们算账。老虎沟这仗，我们的损失太大了，我对不住丑孩，对不住死去的康家寨弟兄们。要对得住他们，就一句话，不管鬼子耍什么花招，咱死也不能松口。二愣哥，我听你的。我们四个人，谁要是认了软，谁就不是康家寨的民兵。谢谢大嫂子。
让俺家那干胜了。谢兄，退嘞退嘞，俄家贵贵从民兵里退嘞，退了，退了找俄作甚啊？你不是村里的头面人物吗？求你给我们说句话。还知道我们当家的是头面人物啊？闹民兵的时候，你们不闹得挺荒唐的吗？啊？那会儿鬼子，那会儿皇军把东西抢光了，没吃的。家里就吃点树叶。贵贵这孩子讲义气，没轻没重的，这不得参加了民兵吗？到那边也不受重用，人家叫他干点边边活，这下真退了。边边活，边边活也是给民兵干，他还是民兵吧？我说这兵荒马乱的，还是稳当些好啊。谢兄，教训的是。天成啊，哎，这村里谁是圣人，我心里有数。啊，回来，乖乖。爹，哎，你是不是去看老财家了？是啊，咋了？还咋了？你估计咋那么软呢？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个软蛋蛋，我告诉你，打鬼子灭汉奸的事儿，谁也拦不住我。哎，站住！你这孩子无法无天的啊！我是你爹，你知不知道？爹把你带的容易吗？你怎么好赖不知啊？乖乖，爹估计我好赖不知，我看你才好赖不知呢。这明明为村里人做了多少好事，你难道都看不见吗？再说了，当初当民兵你送我去的，你怎么跟武队长说的？哦，你现在说变就变了，我都替你感到丢人。哎呀，乖乖，你现在跟现在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不怕。哎呀，乖乖，小声点好不好？我就大声说了，这民兵贵贵我，我当定了。哎，乖乖，别听爹说，乖乖，乖乖，乖乖，爹是为你好啊。听我的啊，爹。嗯，我以前一直都听你的，可是这次你就是说出大天来了，永远不能让人说我跟你一样是个软蛋的。哎，兄弟，慢点，慢点。哦，哎呀。没想到是上汉家山岭上去了，我恨不得马上就到啊！哎呀，你性子也太急了，还不知道太君赏给咱多少钱了，怎么也有200大洋吧？哎呀，咱俩咋分呢？咋这没出息了？掉钱眼里了？哎呀，细雪哥，多分给我点，要不了你的命啊！悄悄的吧，到那儿再说吧，别跟我争了啊！哎。这次你们干得不错啊，全阳太君很满意，说你们这个情报站啊，终于为皇军干了件事儿。这是赏给你们的啊。咋了？嫌少啊？啊？哎，表弟啊，我还以为赏的是大洋呢。哼，就你们干的那点破事儿，值几个大洋啊？啊？现在皇军是战事吃紧，没那么多大洋，只有这个了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全阳太君和王藩一官这么看重康家寨，老朽额深表谢意啊。这姜还是落的辣啊。啊，要不是这次康大财主出谋划策，这民兵也不会损失这么惨重啊。可惜让那个雷石柱给跑掉了。这次一共抓了几个民兵啊？四个。那个孟二愣就像茅坑里的石头，是
又臭又硬。哎，王判官，那俄家的长工有妇抓住没？抓住了。哎呀呀呀呀，他可是给咱做了不少事儿了呀。那你的意思是把他给放了？哎哎，不不不，啊不不，我是说，这回抓住的民兵，一个都不能轻饶他们。放心吧，全阳太君不会饶过他们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都给我记住啊，民兵损失这么惨重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尤其是那个临时柱，还会回来的。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啊，咱们少联系啊。我这儿也不安全，能躲就躲。嗯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卖米，卖米的，哎哎，你这米甚价？哦，这价格好说，我想早点回家，你就看着给吧。哎，那你把米给我送家里头，我好给你签啊。哎，啊，走走，啊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来，啊，什么？什么？我家，哎，啊啊。卖米的，啊，哎，咱家点钱够买米的吧？哎，昨天探瑶不是发了一个月的钱吗？那钱刚让小鬼子给抢了，想起就憋屈。哎，呀，别跟我说，你要让侦缉队那帮狗听见了，你就惨了你。大叔，小鬼子又抓人了吧？啊，听说抓了几个民兵，关在哪儿了？听说。关在汉家山据点的监狱里头，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，折腾惨了。哎，您都是听说的？啊，都是听说的。义父，是柱子。是柱子。我是辛在汉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咋到这儿来了？哈、啊，在汉呢，我这一时没认出来。哦，我这趁着赶集来卖点米，我这就回去。哎，先别急着走啊。好、哦，不，你们认识啊？是啊，我们是一个村的，他叫雷石柱。啊、哦，真是巧了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在我家吃顿饭。我跟生旺出去买点菜，你们进屋里啊！对，进屋里，走，在。哎，生旺，好，爹。哎呀，爹，你说今这事丢人吗？我刚当着人骂完小鬼子，表哥他就穿着一身狗皮进来，这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？哎，你表哥走到这一步，也是逼得没办法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咋干上这差事了？前两年从咱们村出来，本来在太原找到了一份警察的差事，可是没想到，半个月前，日本人把警察改编成了皇协军，就把我调到了这汉家山。本想回村看看，可是我知道，穿上这身狗皮，是遭人骂的。想起来真后悔，我也没脸回去见乡亲了。你知道，我从小就没了爹娘，是二先生和乡亲们把我拉扯大的。再汉，二先生和梅英被鬼子杀害了。这个丑不报，我就不姓辛。
报仇要靠大伙心齐。我这次来想打听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马二愣和村里几个民兵被鬼子抓起来了，就关在汉家山。我要把他们给救出来。石柱子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。你放心吧。我们怎么联系？我姨父和表弟都是钟浩老师的人，以后你就在这儿听我的消息。